9月4号，有网友晒出一段偶遇黄晓明的视频，视频中该网友请求黄晓明在 Angelababy 照片上签名，而黄教主一看到 baby 的照片就面露笑容，大方签名，还一边对网友说：哇，你真好，这baby 的签名照。看这一脸幸福，真是来自大清早的狗粮暴击啊。早前一直有传闻两人婚变，这样看来人家夫妻俩好得很，大家不要乱吃瓜啦。蒙古聊新闻想拥有同款签名报道。